测量仪器校正实验室。本中心于1997年成立测量仪器校正实验室，建置电子测距仪校正系统、经纬仪校正系统及卫星定位仪校正系统。1999年通过财团法人全国认证基金会 TAF 认证，105年新增航空测量摄影机校正，为国内唯一办理本项校正之实验室。测量仪器校正实验室除提供校正服务外，并推广测量仪器应定期校正观念，以提升国内测绘成果品质。